你的红皮裤呢？谁是初代呀？你看清楚好不好？你不就是初代吗？你什么眼神啊？初代是长这样吗？就是，他根本就不是初代。他怎么就不是初代了？我就不是初代。你就承认了吧。我不是，我承认什么？哎呀，他真不是初代。他怎么说他就是？不信，我给你们找出证据来。摩格巴萨、马金特新人、摩格古兰特王、库卡拉吉新人、戈比亚新人、盖内加古、格斯拉王。哎，找到了！你们看，他们俩是不是长得一样？所以他就是初代。我怎么就是初代了？对呀、他怎么就是初代了？他怎么就不是了？这花纹、这脸、这手不是一模一样？那颜色呢？他俩颜色一样吗？颜色啊，这初代是红皮裤，他是蓝皮裤呀。这回你总该相信他不是初代了吧？那都怪他们长得太像了。哪里像啊？你们就没一个人知道我是谁吗？哎，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我都是熟悉的很。那你快把我找出来。对，找出来。那你们可瞧好了。巴古巴斯恩布鲁多、泰迦奥特曼、罗索奥特曼、加拉特龙王、泽塔奥特曼、路上古维拉、格斯拉王，哎，就是他。谁呀？就是杰克奥特曼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！哎，又一个错的。为什么不对啊？你就是杰克呀！哎呀，我真不是杰克，你们就猜不到我的名字吗？我猜得到呀。你知道？真的假的？你真金还有证，等我把它找出来。S 艾卡泽塔奥特曼、盖内加古、泰迦奥特曼、佩吉拉、奇马伊拉、欧布奥特曼、三地卡莫斯拉甲、托雷基奥特曼，你们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你管这叫一模一样？对呀、你看不都是蓝皮裤？那你叫他一声，他敢答应吗？那当然了，托雷基亚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叫谁托雷基亚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叫托雷基亚。哎呀，你就承认吧。他不是托雷基亚，你非要承认什么？我觉得你还是叫杰克。哎，怎么又叫杰克了？我觉得